好，各位法国和荷兰的佛友们，大家好啊！这个转眼到了七月了，非常想念大家啊。那个今天呢，你们呢有这个分享会，所以师父呢在啊遥远的澳洲呢，祝福大家啊能够分享会圆满成功。实际上，分享就是让别人也能够得到。 啊，一种教育分享呢，实际上就是在帮助别人解决自己生活上的烦恼。因为当你在分享的时候，你会自己解决自己心中很多的而且忧愁和忧伤。在和别人沟通当中，你又能够从别人的思维当中来想到自己应该怎么样啊，能够把这种啊戒律和自己。 心要定得下来，产生智慧，啊，这个戒定慧是非常重要。所以在分享会当中，实际上大家就是一个守戒，啊，一个能够安定，啊，能够增长智慧的一个这么一个会议。所以希望大家好好学。每个人的烦恼像大海的波涛一样，一浪接一浪。你们想想，我们一生啊，啊，从小到大，没有一天可以。 平平和和说：“哎呀，最近一段时间稍微平和一点了，但是马上又有一个烦恼接踵而至。所以学佛人要用戒啊戒律和自己禅定，然后产生这种智慧和般若呢，来冲破烦恼的浪涛啊，不受人间的啊琐事的牵连啊。我们人主要是在人间太多的琐事了。” 今天这个事，明天那个事牵连，那么有的时候这些琐事呢，啊，不管你是成功还是失败，要记住啊，师父跟你们讲，它都成为了历史了，都成为了过去了，因为它不能成为你人生的最终的一个啊，最终的一个点，所以只要没有到最终，我们就会有拥有未来，所以我们要有信心，好好学佛，啊，一个人有信心。 啊，就会有愿力，有愿力之后，那么才会有行动。今天大家分享会就是一种行动，来帮助所有的人能够破迷开悟，所以菩萨也会很开心。所以师父在遥远的这个澳洲呢，也祝愿大家呢啊，能够啊圆满成功，知因懂果、嗯、啊。其实我们很多人啊，活在。 报应当中，活在因果当中，但是他只是在痛苦的时候，他不能感受到自己活在报应当中，啊，包括夫妻的缘分，包括人的命运，啊，都是这样。实际上，人都可以啊改变自己的天命的，啊，佛教今天能够叫你学佛，它就是可以让你改变你的命运。今天。 你忏悔就可以改变你新生命的重新的开始啊！所以做人呢，首先呢，对人间呢要放下，要消除自己的好奇心，因为人有一种习惯，对什么事情都非常的好奇。哎呀，我不知道，我想知道，我没去过，我想去。这句话我没说过，不知道有什么感受，我来试试看。所有的这一切都不要去试，因为你的好奇心。 带有你的欲望，所以很多事情要收敛你的傲慢之气，啊，做人啊不能太傲慢，因为你没见过的事情太多，你没有看到的事情更多，所以一个人要收敛自己的傲慢之气，凡事随缘就好了，不管做什么事情随缘，啊，有理也不要去争，啊，因为这个世界上到最后啊都是平等心。 因为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是处于啊一种自然的缘分之中，所以就算你今天真赢了，啊，可能你并不是代表真正的赢，只是你一种假象，心中的一种感觉，我赢了很开心，但是接下来给你更多的烦恼，所以这就是没有很多人能够理解佛法，应该懂得缘分啊非常重要。 什么事情随缘，啊，不争不抢，和睦相处，宽厚待人，啊，平时管好自己的身口意，不要去造业，这是最重要的。因为当你在造业的时候，你一定会有过报。所以，一个人能够放下自己，不去造业，万事如意。其实一，一一一般的人呢，都是活在啊，这个。 这个因果当中，啊，说一个笑话，说有一个人告诉他朋友说：“我今天被老婆打了。”他说：“为什么？因为我在偷看一本一篇文章。”那个同事就问他：“偷看什么文章？被你老婆打了？”他说：“文章的题目叫《叫你如何打老婆》，结果被他发现了。”所以，我们心灵当中所有的一切都是不能违逆的，因为缘分是合合而成的。 今天有这件事情的发生，一定有它的缘在里面，所以不要去怪别人。我们做人懂得要从自我内心去寻找自己痛苦的根源，所以要知道为什么的根源在哪里。所以，我们善太少，心中的恶太多，我们的慈悲心太少，我们对别人的嫉妒心太多，我们帮助别人太少。 但是我们啊得到的别人的东西太多，这就产生你的欲望，所以夫妻也好，跟孩子也好，恩情善业都是你的前因。然后夫妻结合之后，你会得到一种喜悦和啊欢愉，那么慢慢的夫妻两个人时间长了，开始结冤了。 然后也恶业为前因，那么这样的话呢，你们就会相互违逆，然后呢就会忧苦纠缠，人就会纠缠不休，啊，因为冤冤相报何时了，所以慢慢的越来越啊是非恩情，慢慢的都会啊到你的心中来，把恩情忘记，把是非举在两个人的心里，那么。 慢慢的会恩怨越来越深，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的恩怨会只有亏欠，没有啊能够战胜别人的一种啊能够能量，所以相互要懂得补偿，缘分，实际上一切都是缘分，要万事要如意，啊，所以希望大家要懂得，我们很多事情根本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 师父经常跟你们说，你们连自己的瘦啊，想减肥都控制不住，你们怎么可能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啊？啊，控制自己的啊，我们说那种啊脾气啊，啊，所以世界上只有一样东西啊是抢不走的。你在人间所有的物质，你的人，你的感情，你的一切都会被别人抢走，只有一样东西抢不走的。 啊，师父告诉你们，就是你们现在学的，那么就叫智慧。当你拥有智慧的时候，没有人能够把你这个智慧抢走。你的物质，什么人都可以抢走，啊，包括你的家，包括你的情人，包括你的朋友，包括你的一切，啊，工作岗位再好的都会被人家抢走。所以，一个开悟之人，就是一个解脱之人，要想通，永远精进。 啊，永远啊，不要去找理由，因为在理由找理由的时候，就是一个不想解脱的人了。因为你找到了理由，你觉得对的，你又会继续你的错误，所以要放下。啊，我们人的宽容，实际上是从委屈当中来的。你委屈了自己之后，你慢慢会懂得，我不要让别人也受到委屈。 你宽容了别人，你自己以后委屈也少。想一想，如果你原谅了别人，你是不是自己不觉得委屈了？如果你天天活在自己委屈当中，你能宽容别人吗？所以这些佛早就告诉我们人间的智慧的语言，非常简单的人生道理啊。我们人就是不能去做，为什么没有别人会讲你的错误？ 这就是人间最大的问题。现在人把复杂的事情啊变得越来越复杂，明明这件事情可以变得简单，但是他复杂的去做。一句话，他可以想的越来越复杂；一件事情，他可以想的越来越复杂。那么就是挂碍。所以《心经》里面叫我们无挂碍，什么都放下，不管别人说什么一句话，不要去想的太复杂。人间的事情是个过程。 所以有烦恼的人，他就会远离智慧；有智慧的人，他一定不会烦恼的。所以希望你们在人间必须珍惜你们现在已经拥有的那么一点点的智慧，不要再去丢失和遗忘你们这些智慧。师父跟你们讲，既然认准了学佛这条路，就希望不要再去打听啦，要走多远呐？ 我应该学多长时间呢？我会不会退转呢？能够勇往直前，只管耕耘，不问收获的人，那才是智者。希望大家好好的努力啊！聪明人得失心重，有智慧的人勇于舍得，所以希望大家舍去自己的小爱，把自己的心打开。 拥抱社会，拥抱所有的众生，人同时也必须自爱啊，才能爱普天下的人。我们人培养好自己的气质，不要去争面子，因为争来的都是假的，而且是暂时的一种感觉。我争到了面子之后，会给你带来无尽的痛苦。所以，培养自己良好的心性，那才是真的。 所以人的心不能乱，因为你心中有佛呀，有佛法呀。你心一乱，你心中的佛法就乱，你就找不到你的八十田中，找不到你的九十田中，阿摩罗斯的智慧和你的悟性。所以希望你们大家要懂得，就像现在世界一样，名医很多，良医难求啊。别人可以劝你说。 放下吧，不要去想了。但是你还会想，你就是没有启发到你的良心本性和你的良知和良能。所以希望你们要懂得救度众生，本身就是一种开启你良知良能、开启你智慧最好的钥匙。希望大家经常的开启自己这把钥匙，好好的努力啊！也希望你们。 好好的，能够把自己每一步都修好，师父看着你们，菩萨也在看着你们，所有啊，这个全世界的众生都在看着你们。希望你们好好学佛，改变自己，能够让自己在人间就成为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在人间就能够成为一个帮助别人的人。 就能够成为一个救度众生的人。谢谢大家！啊，祝法国和荷兰的分享会开始呢，啊，圆满成功！啊，师傅相信很快能见到你们，啊，替师傅向所有的佛友们问好，祝福他们。希望每一个人学佛精进，啊，能够，啊，勇攀四圣，啊，脱离烦恼，啊，这才是真正学佛人的智慧。 啊，谢谢大家。